2019年2月24号，长白山公主峰公路。现在这样，风特别特别的大，雪呢也不小，都是风扫雪。这天气啊，真是猫一天狗一天啊！昨天还好好的，今天就这样。风大雪大，今天还有一场越野拉力赛，还能继续比赛吗？如果说今天能比赛的情况下，所有的越野驾驶员路上一定要慢点，风太大了，路面湿滑。喜欢老铁给海龙点点双击，点点关注，这就是我们的工作。前面把厚厚的积雪推掉，哎呀，完了呢！后面是小铲，两台小铲，两台滚刷。这天好的，太牛逼了！山下